老叉叉那个啦哈，你刚才有听到了哈，是，啊，你应该知道。啊，在现场你有看到学生有打人吗？学生有啊，他先动手的啊，他有那有一个那个刚才那进去那个先生啊，哎是，他是看到说，哎你不要对老人家这样子啊，就从他的脖子这样子给他拉出来啊，带出来，那他就，哦那这样拉，他就这样，那个当先生的那个，那我是不是那个专业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叫什么我不知道，那就打他，那他流血了。那他就这样打起来，我不知道。他有验伤单吗？啊？你们有验伤单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什么搏伤啊，什么搏，我不知道。我们那有那个相片可以认，他是学生冠的那个。所以你今天也是来提告的吗？啊，对，啊，谢谢。突击式的打我。突击式的打我，让我不可能会打到，所以你会，而且我讲一句难听话，我跟他，我可以做他的爷爷了，我跟他定格，跟一对一，他未必打得过我。是，所以你今天会提告吗？会，我现在提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大哥小心。